产，我们是去郊游。你这身西装是几个意思？你懂什么？新衣服好不啦？打扮得跟个卖保险的似的。你说什么？哇，这边新开了一家服饰店哎！十三余成衣铺。走，进去看看。不要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，进去了又要花钱。小气，哎呀，就进去逛逛，逛逛又不花钱。好吧。一禅说过，女孩子说逛逛，其实就是买。我呢，还是在外面等你吧。哼，请自便。哎呀，是哪个小偷把我们俩衣服偷来，挂在这儿展示？你怎么了？哎，还是太年轻啊。还没结账呢，让门口那个小光头结账。两件衣服多少钱啊？不是钱的事儿，你得做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挂回去才能放你走。哎，看来之后还得学裁缝。好吧，给我拿布了。先从织布开始吧。哎，想买阿斯与小铃铛同款行李装的点下面的小黄车就行了。对了，自己结账啊，别指望我。抖音